如果这边只有1600多块，值得做啊，我觉得超值得。至少自己开是不是？我要做成圣水。圣水没有吧？那个箱子打开，它就给你66块。没有，我要买意识力成长包。对啊，就意识力成长包。我不是要买那个2000块，我是要买3000块的，就是什么都没有，就只有单纯的那个药水。哦，那还有140几个是不是？132，可以做4次。132，这比较划算的，我觉得。意思是说，如果你2000钻的话，只能做2次。可是如果你用3000钻，你可以做4次。嗯，我一定要把它摇出来。哦，意思说你多花1000钻，可以多做。再次。多花1000钻，可以多做2次。干，又失败。啊，我看我要丢水沟了。